前带一定要带好哈、啊，外面温度啊，13度，热吧？热了吧？好像是热了，因为我们的衣服啊是冬天的衣服啊，所以就觉得比较热。其实呢，啊，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本来的行程表上写的是有去两个地方啊，是这样子啊。那我们这样啊，那这个泡菜的话呢，以前的我们以前的韩国人，我就说过，很穷的时候呢，他们把泡菜腌好了之后，埋在那个放进缸了，再埋在地里面，知道吧？那个大肠筋也是这样子的嘛，哦。但是现在没有那一种方式啊，所以有放冰淇淋的冰箱嘛，啊，那现在很多人就是买泡菜吃也有，但是以前我们韩国人还是喜欢自己的那个家里人做的味道，哦，味道不一样啊，自己在家做的话，啊，那冰淇淋怎样做呢？这个大白菜的500克放哪里？很多人问啊，有地方放没？啊，因为这个泡菜啊，先把这个切了这个4等份先。啊，然后呢，要那个盐不是吗？哦，就是就是把这个泡菜呢腌在都也是很拉这个很多线呐、啊，那个对身体非常好的嘛。然后那个没有一次餐没有，我有没有说过啊？这个没有 kimchi 是没有礼貌的嘛。所以韩国人健康啊，哦，因为这个对那个肠胃消化非常的好，没有小偷，没有大门呐、啊，没有大门，所以没有。对，好了，大家都进来好舒服，大家往前面来走一下啊。好了，从今天呢，欢迎大家也来到泡菜学校，先用韩语打声招呼，안녕하세요，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泡菜吧。来到韩国呢，大家都吃到韩国的泡菜了吧？都吃到过了，嗯。韩国泡菜呢，它的那种类也有很多种，200种，上面这些呢，只是展示了40种常见常吃到的。像海鲜泡菜、蔬菜、山菜的都有，但是呢，这么多种类当中呢，韩国人的最喜欢吃的、最具有代表性的，也就是这个最传统的大白菜泡菜，还有萝卜块泡菜。当然呢，泡菜没有保质期，你放到家里面呢，储存呢半年、一年也不会坏，它呢只会慢慢的发酵，产生乳酸菌。100克泡菜中含的乳酸菌都比我们平时喝到的酸牛奶多4倍，所以呢，建议大家呢多吃点泡菜，对身体也很健康。每天呢吃一点呢，也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预防大肠癌啊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跟随我到海苔博物馆。大家来韩国今天是几天呀？4天了。好了，问一下大家，来到韩国呢，有没有吃过韩国的海苔呀？有吃过吧？简单的了解一下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海苔博物馆。海苔呢，它的原本呢，也就是紫菜来做的。紫菜呢也是有根的，在石头上，像石头的衣服一样，而且呢，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啊，它也被称为干苔。像中国、韩国、日本呢都有海苔，但是呢，只有韩国是最先养殖的，并且呢，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而且呢，海苔呢，它和其他的海藻类呀、啊，也都是一样的。它呢里面呢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A， 长期的食用海苔呢对我们的视力特别好，预防视力减退、降血糖啊、降血脂都有很大的帮助，而且呢。还可以减少癌症，还有最前面开始啊，然后呢，大家呢把包包放下面的柜子里面，里面有围裙，大家穿好，围裙穿好。你是人参牛奶茶，是用新鲜的人参牛奶蜂蜜来做的。来，大家端起杯来，端起杯来，轻轻的摇晃一下，里面呢有沉淀的人参。祝大家韩国旅途愉快，身体健康，来干杯。干杯，喝掉人参牛奶，好喝，很好喝的，干了，来干杯，来干杯。来干盐巴、粗盐进行腌制，然后呢，再准备一些盐水，把这个撒好盐的白菜呢，再放进盐水里面浸泡。冬天呢10个小时，夏天5个小时。浸泡好之后呢，再给白菜取出来，用清水把里面的盐分全部冲洗干净，放到网状的容器，这样菜心向下沥水1小时呢，就是大家面前的这个白菜了。
然后呢，在腌制白菜的过程中呢，我们呢还要准备酱料，酱料里面呢一定要放萝卜。如果腌五颗大白菜的话，需要两个大萝卜切丝放在里面，然后呢加一些小葱啊，还有韭菜，这样的味道吃起来会更鲜美一点。然后再加这个辣椒粉，韩国特有的一种辣椒太阳椒来做的，而且呢你看里面的辣椒籽呢都会全部去掉，只用皮的部分来做粉腌制泡菜。这样子